Hello， 歡迎翻返嚟 GF Apple Production 啦。咁咧今日咧就繼續玩超級高達大亂鬥。咁今次出攻略啦，就出一個永遠無窮依個嘅攻略嘅。咁就之前咧就冇拍片啦，齋講點樣打啦。咁今次就會拍埋片嘅。咁就另外就用一隊無貨，盡量叫無貨隊啦，係啦，微或者叫做輕貨隊咯。因為部防屬腰筋揼點樣都要抽到翻嚟，係啦。或者咁講啦，佢依家免費抽都有一抽，咁所以咧都叫做無貨啩，係啦咁樣啦。咁就總之就成個系列係咁樣啦。咁兩隊啦，梯隊啦，咁就一隊啦，就係Beyond 隊 Hop 啦 ，Beyond 隊 Hop 咧就攞嚟打頭陣嘅。咁第二隊咧就係防屬嘅撩筋林組合啦。咁防撩整個組合咧就攞嚟做收尾嘅，收尾刀嘅。咁同埋部天意咧都重要嘅。如果冇嘅話咧，咁啊建議咧就揾一部可能有粉紅揸鼓就落粉紅揸鼓，或者係啦。總之一定要務求咧，最尾尾刀咧就快快地收，快快脆脆收拾佢，因為咧都打得好鬼痛呢部機，係啦。因為部 boss 打人好鬼痛，係啦。咁咧就一開波啦，就召夠回 SP 啊，等等嗰啲嘢先啦。咁我咁咧就今次呢條片咧，其實都唔難嘅，因為最主要個個 boss 過咗一半血咧，就開始會發癲，係啦。但係本身都得人好鬼痛，你睇下。其實今次都唔難打嘅，有呢個組合都好易打，係咁，所以都叫做對於新手嚟，嚇打到咯。好啊，咁啊吹下水啦，同樣時間就咁。其實今日咧，我一早就試到條隊呢條隊啦，已經咁就唔知道大家想。踊れ我が手の中で俺に力を貸せ。唔需要咁拍條冇聲片嘅攻略就已經 OK 咧咁樣嚇。如果係嘅咁啊，都留下言啦嚇。咁我應該聽下嗰條片我估啦嚇，應有機會可能係拍一條冇聲片、冇聲攻略片啊。因為其實今次嘅活動都唔係十分難嘅。好啦，嗱，部分紅渣股咧，由於咁嘅階段咧，就一定會有回血。反而之後嗰隊咧，部 high 撩，唔係 high 撩，部撩跟林咧嗰隊咧，就個損傷個情況唔係好嚴重，咁所以依一隊就，因為依度就期望咧就玩得耐多少少先，唔好玩咁快玩完，係啊，唔好嘥咗成個組合，因為之後咧部 boss 機會發癲，一發癲咧就都近乎冇你全部啦，咁所以咧就捱到嗰個位先。好，咁啊，繼續啦。因為其實今日咧，我諗住真係啊，咁不如拍條聲片啦，都唔曳嘅，因為其實根本上唔需要點樣多講解嘅，我覺得就咁。但係忽然之間，琴日嗰條有聲，咁今次呢條冇聲，又唔吹水咁，好似又唔係咁好咁樣嚇，咁所以就。好啦，咁咧嗱，點解會有個罩咧？其實個罩係我俾咗部粉紅渣鼓食咗個 LS， 咁所以咧就有個全隊 random 而去開一個25% 減傷嘅罩，係啦。咁其實咧就係咪十分重要咧？某程度上都係地嘅。好，唔緊要啦。咁咧呢個時候咧就繼續。片落去啦，可以隨時犧牲噶啦，因為已經過咗大半血咧，就都已經 OK 嘅，就冇叫半個完成嘅。好，咁呢啲位咧就磨血啦，係啊，因為 boss 打人又暫時唔係好痛嘅，因為有個隊長技喺度，咁所以咧就鎮得住。係個隊長技係幾多 percent 減傷，我唔記得咗啦，65%啊。印象中好似65%，啊，捱到下彎咧，捱多兩彎咧就 OK 啦。最主要爆多一次二幾出嚟，哇！捱埋咗下彎，好嗱。雖然咧就唔係好痛，係啦，咁咧，但係就都要小心嘅。
有冇得講少唔小心啊？或者咁講，好哇，頂得住，哎，好啦，咁啊，試任務已經完成，啊，你哋可以壽終正寢，係啊。咁就今次就大致上依一個組合就好易打，你有呢個 Beyond 對 Hope 嘅組合真係好易打，同埋佢今次要求唔需要你無傷過關或者無死傷過關啊，咁所以其實易打咗好多。可能官方都見到之前英雄關都唔係太多人過到啦，咁所以就可能有咁樣嘅安排，係啦。同埋今次易打過咩？我覺得易打過呢、這個。我覺得易打過呢、這個，呢個叫咩名？嗰、那個叫做倉斷赤擊啊，係啦。好啦，咁呢個位咧就真係事不宜遲啦，開佢波冇諗咁多。最後の扉が開く。世界に人の心の光を見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んだ。睇下部撩打人幾鬼痛。お兄様の夢は私の夢。好，咁跟住呢度。必ず叶えてみせますわ。有時醒唔起步。揸股衫可以爆咗 L S 出大，輸出一技。基本上用哇連攜攻擊去鏟贏佢哋 O K 嘅。咁咧依個位咧就回咗少少血先，我驚佢哋捱唔到下一波。好得。厄介な相手だよ。貴様を倒せばアクシズだって止められる。哦，得啦，就今次真係好易打，超級易打，完全唔難打，咁所以就我今日過關啦，係啦。就咁樣，咁就之後另外仲有一條蛋池分析咧，就留翻之後嘅之後嗰條片會講噶啦嚇。你睇完呢條片應該會出到下一條噶啦嚇。咁啊，大致係咁樣咯，完全唔難打。咁啊，如果都搞唔掂嘅，你就再。基本上都好難搞唔掂，你搞唔掂你問我，我幫你唔到，因為已經係最低配置嘅，已經去到，係啦，咁就大致係咁樣啦，咁啊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